造作恶业的这些凡夫，能在一生成佛吗？这个话谁能相信？实在说，有没有人相信，这不重要。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能不能相信。让我们想起偶益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给我们讲六个心。六个心，第一个就是信自己，第二呢才是信他，这个他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。弥陀指一尘怨海，六字洪明，圆融具德，超情利见，具体是四离无碍，四时无碍之一真法界，故非思量分别之所能知，语言文字之所能及，故曰非九界自力所能心解。我们看到这里啊，前面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，这是早年的祖师大德们苦口婆心帮助我们对净宗法门建立信心，为我们说出弥陀的本愿，确确实实是期望一切众生在一生当中啊，能成就无上菩提，这叫一尘缘海。那么这个事情能做得到吗？经论上常常说，作物凡夫啊，无着卧室，造作卧业的这些凡夫，能在一生成佛吗？这个话谁能相信？实在说，有没有人相信，这不重要。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能不能相信。让我们想起偶益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给我们讲六个心。六个心，第一个就是信自己，第二呢才是信他，这个他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。如果对自己没信心啊，没信心的人多啊，不是坏人，是好人呐！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有一个好朋友、同事，啊，是我们班上的一个秘书，
我们常常有往来。我学佛了，他太太不敢上佛寺，不敢进大殿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自己造的罪业太重了，不敢见佛菩萨。好人呐，不是坏人呐。啊，知道自己这个起心动念呢，行为不善呢，知道啊。那不是没有良心啊，啊，知道，啊，不敢。那么对这个，对于净土法门呢，就很难在一生当中啊得到利益了。啊，听到能信，能理解，正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上根人呐、啊，那不是下根呐、啊。啊，《弥陀经》上所说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能信能解。能发愿，能照做，这就是善根人啊！这里说的专接善根呢，是指这些人。这显示什么呢？显示出信德啊，自信里头。本具的智慧等等是不可思议宇宙万法是自信所现所生啊，自信啊，能生能现的、啊，万德万能呐、啊。没有说他这一桩事情他做不到，啊，在经上没这种说法了。啊，佛不度无缘之人，那个无缘是他不接受啊。他不能依教奉行，他要接受，他要依教奉行，没有一个不得度的。我们在前面读到，无逆受，临命终时，一念十念，决定得生。语气这样的坚定。啊，让我们看了的时候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这是信的起用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